Yeah, 你睁开双眼却不能看见太多的谎言，就在那挫折中蒙了双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廷君。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表演，小时候看着电视上的歌手、演员以及主持人，他们在荧光幕前面自信的展现，在 YouTube 上听着歌手们的歌，这样一天天的过去。有一天我就跟自己说，王廷君你也可以，我给自己找了个舞台，慢慢开始学习说相声。我学习他们的腔调、表情、说话的节奏，一直练习，直到演出的那一刻，我把大家逗乐了，换来了掌声。我当下发现没有声音比掌声还悦耳了。我开始学习魔术，在 YouTube 上面拍影片，只为了能够得到掌声并且被肯定。在表艺课我也不断争取表演机会，唱歌给全班甚至是全校的人听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心情其实非常的低落，不像以往一样戴上耳机在 YouTube 上面听歌，试着找到一首能够安抚我心灵的歌。是我听了一首又换了一首又换了一首，我一换再换，我发现没有一首流行音乐的歌词和我的心情是契合的。在这时我就决定了，我要开始自己创作。我慢慢学习钢琴、吉他，找了认识的音乐总监学习编曲。有些许的人觉得我英文发音其实很道地，借着这样的优势，我会将我所会的英文加入我的歌词里面，试着让它有最好的发挥，使歌曲增添新的色彩。My kick is still be higher。 我用这个说唱来证明我的力量，我的信仰就在我心底加上。要曾经你会加油，怎么才是你的太阳？这时候的机会不去争取，因为是借口太多在做，身体已用尽，只有你看自己的心，我家的未来世界活得有意义。我是新时代，错过不能再重来，对自己表白，面具不再畏惧，自信展现才精彩。天赋，我应该走上人生舞台，不被击败。天赋，我应该。不管是做什么种类的歌，我都会尽全力让歌词呈现出不同的画面，因为我觉得一首歌歌词其实非常重要。在努力的过程中，有一些人会不肯定我，觉得做这行没有饭吃，没有用，为什么不要好好读书，当个医生、老师这样就好了。我就一并的回答他们，同样的努力，我要换来不一样的未来。同时间也会有一些人觉得我一定会成功，甚至觉得我是天才。但是我相信，不管是不是天才，都需要透过不断的努力以及学习来完成人生中的目标。所以我需要华冈艺术学校，真心的希望能够进到这间学校。以下是我的数科考试影片，谢谢大家愿意花时间看我的影片，谢谢大家。戴上面具，不再畏惧，自信展现才精彩。天赋，我应该走上人生舞台，不被击败。